欢迎大家伙啊，欢迎大家伙啊，咱们才刚刚开始，你小点声吧。俺老头过生日啊，哎呦天哪，起来，你下去，你别来待着，你下去，你下去，你这今天老头过生日，你上那来干啥来了？你起来，你下去，我快下去，我快下去吧，你快快快，你看看你这脾气跟谁学的啊？啊，老头过生日你也要吃蛋糕，下去下去，快等等等等等，走走。这干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啊？老爷有点不怀好意的笑。欢迎我们亲家啊！欢迎亲家啊！大家给我们亲家点点关注啊！小妹来，过来来，来上来上干啥？老大，今天怎么老大这连爸爸和妈妈一块咬啊？是吗？他也咬了吧？啊！三文来，三文上来，来三文，三文乖，三文不行，三文不再上了。三爷不在上呢，三爷来，你过来，来我来，我说，三爷过来，来上，好了，下来，走了，下来。哎呀，别老费，三爷老大找个地方坐去。三爷过来，三爷来，三爷上来，上这儿来，上这儿来，三爷上来，过来，是不是？过来，上，你看看。媳妇要去，三爷坐边儿嘛。三爷上这儿来，三爷挨媳妇，挨儿媳妇来。三文呢？三文，你爱人媳妇行不行啊？三文，快来，再坐，请三坐，上去，上沙发，没事，你爱你儿媳妇。三文，过来来，你看快过生日了，你瞅着干啥呀？你这整这一出啊你呀？干啥呀？整这一出啊你呀？不过了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老大！你拉倒吧，那就不用上三文上了。不让三文上不行啊！咋不行啊？那给你个吃的来，三文坐边上旁听得了。再来。及时已到，哎呀妈呀！28，压个28。28了，28不够，一会儿30吧。上来，上你坐着来，在你坐着，你看看你，哎，你怎么能上来呢？抱他，给带上了啊！这生日过的，家人们啊，别家都听话。不许动啊！19了，家人们还得过10分钟啊！咱们让他们在上面歇会儿吧，行不行？家人们，咱们等28分的时候咱们开始，行不行？家人们，18时已过了，家人们，吉时已过了。咱等28的时候吧，咱给麦序上好朋友大伙点点关注吧，行不行家人们啊？给麦序上好朋友往前推推，媳妇来，要不你拿手机来往前推推，我上那屋取火去啊，我上那屋取火去。不许动三万啊，好，十八的时候开始，28的时候开始吧。啊，我采访一下行不行媳妇，我采访一下啊。不许动啊。啊，不能动啊！啊，采访一下子啊，来啊，不许动啊，三文。四哥呀，四哥，老爷问你一下子啊，老大，哎呀，老大，啊，你过生日了，啊，你感觉，老大，你觉得他家最辛苦的谁呀、啊？老大，谁啊？老爷最辛苦啊？啊，老，哎，老大今天怎么对新娘似的，老大？啊，老爷辛苦是不是？是不是老大？啊？啊，你笑一个啊，老大笑啊，四哥呀，啊，这不是吃的，四哥啊，老爷问你，四哥，你过生日你想说点啥，老师？啊，话不多说呀，你有话说呀，你有话说，三文，你今天。说了，这一个个不孝子。三文，你能听话吗？啊，别动，能听话吗？你起来，你再这样，
你觉得咱们家谁最辛苦，老师？这一年了，啊，我姥爷啊，他，你他妈是不想说呀，还是啥意思，老师？没明白的，四哥，老爷没搞明白你啥意思，你不想说呀？老人辛苦呀，还不想说呀，四哥？他说你可别问了。啊，四哥，四哥咋的呀？那怎么姥爷给你唠嗑怎么犯困呢？老师，别扒拉我。哈哈啊！四哥就是不想说呀，哈哈哈哈！好，把时间做好啊啊！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我三分不知道，谢谢。哎，几点几分了？哎呀，感谢爽爽送娶你进门！哎呀妈，这是娶谁进门呢？感谢啊，感谢大家伙啊，娶你进门。嗯，三分急坏了啊！咱们到时候点蜡烛，石亮坐起来，石亮，石亮坐起来，我上那给我取个。我行，咱这屋真没有打火机呀、啊，因为我跟我媳妇俩谁也不抽烟，没有抽烟你知道吗？所以家里没有打火机，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呢。对呀、啊，也是一个弊端呢，没有。啊、哎呀，四哥曹老爷，哎呀我的妈呀，快乐呀四哥，哎呀，你都看不着 Seven 的脸。Seven 听我说 ，Seven， 哎呀，呵，哎呀真高兴啊，哎呀老大。来十六，从我这儿，哎，生日快乐！哎呀，好啊，这暖气有点倒太呀。好 ，OK， 没有啊。来，把灯一闭一下吧啊，咱们几点开始玩？哎呀，马上还有一分钟，快！马上开始了啊！欢迎大家伙，感谢我们庆庆送来的大火箭啊！闭灯了啊！闭灯了，快！哎，四哥和老大啊，来给你们唱生日快乐歌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开一下子啊！嗯，行。我应该。不用咱们。Seven 要是往那边就好，那边好。啊，好。成了吗？啊？啊！等四，Seven，看前面。耶！哎，看这儿。横屏来一个啊！横屏了！快乐死哥！哎呀！三万！哎呀妈！这把三万挡的死死的！三万，开这儿！哎呀，这么地吧。老大和老四的生日啊，也是俺们家三万的主日子啊！家人们，同时咱也祝三万生日快乐啊！嗯，咱们这第一口蛋糕，四哥，你坐下来，四哥搂他媳妇儿呢。你压他干什么玩意儿，四哥？四哥说：“咱俩还是赶紧入洞房吧。”
老大的那个好好带，正道的。老大的不是好好带。啊！来，你俩看这里。哎呀，看这，看这，看这，老大，哎呀，好。哎，老大，老大，你别吵吵的瞅你，你哥哥俩是六啊，你哥哥，是不是？好嘞。你们结了吗，家人们？哎呀妈呀，别费半天之事，你们没结。三，三，你坐好了，三，来，咱们切蛋糕了，咱们来，坐好了，坐下，站坐好了，咱吃蛋糕。来，给你们拿盘儿啊。啊，印一份儿，印一份儿啊。呀，还有包子这边。包子能吃吗？包子有份儿啊，包子有份儿。啊，咱们一块儿零食吃，家人们啊。来，咱今晚吃零食就行。结了，我感觉刚才那个挺漂亮。那是翻过来。哎呀妈！啊！啊！都等出来。嗯。来，来，三位坐好，来，三位坐下，来，来，咱三位坐，我切蛋糕了啊！干啥呀，三位？你吐哪都是去，干啥呀？你怎么？三位说：呸呸呸呸呸！你们谁也别想吃。好了，来了吧？好了，来了啊！听话。行了，好了，吃了，开吃。老四鼻子顶上贴了一个那个金纸，呵呵啊！来，快来！鼻子顶上什么玩意儿？哎，刚才贴了个金纸，自己不知道咋怼的。啊，哎呀，咱们吃蛋糕了啊！嗯呐，吃蛋糕。哎呀呵，哪来的没？啊！嗯。干啥呀？嗯，看看，看你看看。你敲它干啥呀？一份儿，两份儿，三份儿，四份儿，五份儿，六份儿。虎妞今天没来家呢啊，虎妞那个脚来不了。嗯，明天给她带点零食去。啊、咱家这个虎妞那个脚来不了家啊，然后呢，她那脚啊，再过几天那就好了啊。咱别瞅眼前这两天家啊。虎妞可能说吃不着这个这回蛋糕了啊，但咱以后再给虎妞补上去啊，她脚好的比啥都强，是不是？老四，在吗？老四过来，老在切蛋糕，那你说你们俩都下去了，老四上来，四个来，上上，老四上，四个上上上，四个来上上来，四个上上，老上四个，说你上来，你不切蛋糕了吗？你看看你干什么玩意儿？哎呀。嘎不动啊！能咋动？能咋动？慢慢那你使点劲儿呗。哎，这里有多少肉？我怎么感觉你没使劲儿呢？没使劲，这里肉太实诚了，行吗？啊？这里肉太实诚了。哎呀妈呀！你拿我切，你拉它能行吗？你看你拉的可哪？你就一刀往下插。对，哎呀妈呀，这一看你打小就没吃过蛋糕，蛋糕都不会切。站着一下，说这边。你那是中间吗？你先来个十字，先十字不八份的吗？你先这样的呗。你这样不就八份的吗？啊、行行行行，来吧。你这么分不正好六份吗？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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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你发那八份的咱俩不吃的，行切吧。把咱俩也算去了。对不对，家人们？这么整往底下插，这么整不正好八份吗？不正好六份吗？包子有一份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然后你再这么来一下子，媳妇儿，是不是？我四哥今天大寿星，四哥多吃点儿。四哥和老四哥和那个俺家老大，包子和小锤锤、小米肉，他们少吃点儿，这不正好六份吗？媳妇儿，对不对？行行行行行。那你刚才想说啥呀？啊，是我迷糊了还是你迷糊了？这呀，分七份，为啥七份呢？哎，媳妇儿，我还没隆重的感谢你，媳妇儿，我感谢一下子啊，来，必须得感谢一下啊！欢迎直播间的每月好朋友。在哪呢？你上哪儿了？来，我们来，切完蛋糕再想起来，家人，吃完蛋糕再想起来啊！咱无论怎么样，家人啊，都吃水不忘挖井人，对不对，家人们？感谢大家小温柔姐姐啊，还有咱家德浩交业7007，还有田静姐姐啊，静文姐姐，读你 seven 集团永远的宝贝东东，还有咱们的啊二宝干部小白姐、小小苏姐姐、妹妹姐姐、小马姐姐、小王青松姐姐，我愿意读姐姐家的，不管是姐还是哥，不管是姐还是哥，这都是姐。哎，仰望星空姐姐，仰哎，天天快乐姐姐，橙汁加西红柿大哥啊，这我今天知道了，橙汁加西红柿，咱四哥好大哥啊，还有喜丑爱狗，还有咱家旺旺干爹啊，感谢淡淡的茶，一夜红啊，小雨姐姐，红蜻蜓姐姐，姐姐爱三万，以及咱们三万二哥家小老四，还有咱们的13年姐姐，感谢三万军团啊，家人们啊，感谢三万军团啊，谢谢大家伙啊，不管啥玩意儿，咱都叫姐姐吧。以后咱们在统计的时候，咱把后面是姐姐还是哥哥，咱把后面写上行不行？姐姐、哥哥、哥哥、姐姐啊，行不行？啊，在咱家祝福语，成长不期而遇，生日如期而至。我们最可爱的老大老四生日快乐，感谢读你姐姐。养过狗的人很难想象与狗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养过狗的人则无法想象没有狗的日子该怎么过，愿以后岁岁年年永远陪伴你们成长，一直在，一直爱，快手不倒，在seven家养老。感谢啊，感谢感谢家人们啊，这干啥玩意儿，怎么你们这怎么墙上这些东西也那个什么罢工了呢？欢迎咱们家绵羊啊，欢迎咱小五啊，欢迎咱们家小五啊，小五来给妈妈过生日来了啊，感谢小五啊，欢迎小五家们啊，咱们给小五点点关注，小五在主播榜单3号麦啊，哎呀，还有二迷会来了，欢迎咱的二迷会啊，二迷会来了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感谢seven 巴顿小老四爽爽姐姐爱seven善良的小四妹儿贝贝啊，感谢大家啊，感谢。一会儿先给seven点吃的安慰一下。seven 我跟你说，老大发情了。啊，好，待会来快来。待会你们坐着呗，要不咱上那边去吧，要不咱一块吃行不行？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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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一人分一份啊，媳妇儿，一人分一，哎呦，这块怎么整啊？没切到底儿。你干啥呀，老大呀？你别那么暴躁啊！现在咋整呀？谁到了？其实老大啊，爸爸也有，妈妈也有，啊，老弟也有，啊。老大说、哎、老大说，我恨你们，你们把我生出来让我遭这罪呀。老大现在小时候咱不都是这么想吗？我小的时候我感觉我遭罪。哎，在老四等会儿，什么四哥等会儿啊，咱一会儿跟妈妈一块吃啊，一人一份，咱这块最后这块给包子。这要给小石榴吃，行不行？这要给小石榴。行。老四、老大、seven、小石榴、小明。妈呀，包子吃不了这么大吧？包子吃了这些呀？这包子就吃这些就行了，就吃这些就行了。吃点渣渣就行了。那啊啊，包子给包子吃点这些吧。对对，包子吃这些就行。那先给包子，先给包子给他先整上呗。行。你先给包子整上吧，包子肯定愿意吃这玩意儿啊。咋整啊？啊，包子，咱给包子吃点这玩意儿。包子。咪咪。咪咪，别睡了，咪咪。包子。香香，来来来，上哪儿造啊你？来，你上这儿。妈，我整不了它。让它上哪儿吃啊？包子不认，它认生，它跟你不太好。
来，乖来，乳糖不耐啊！欢迎大家伙啊，欢迎爱，欢迎咱的爱啊！感谢家人们，来来，老大来，这上这个主场来，过来，这边是主场啊，这边是，你们上位，来，三万，三万上来，咱家包子说，没成想我活了这大半辈子，还沾了一下狗的光。谁说的？刚才在直播间谁说的？这个评论觉得你媳妇儿，他说的是猫说，我还是沾一下狗的光吧，然后我给改了一下子。以你的台音，指定想不来这个词儿。我给改的。来，谢谢。三位来，三位上来，三位来，三位，三位来，三位上这边来，三位，三位来，三位在上面一块吃吧，行不？咱排个队啥的，行不行？咱整个队形，咱上。三万！哎呀，我的妈呀，咋的了？今天呢，怎么不听话呢？为啥呀？你说你那嘚出，哎呀，我的妈呀！笑死我！来，三万乖，三万来。这么的，不也上来？随便来。老天了，三万，你看看，三万说整净整那些没用的灶啊！来，上来，就不想排队，你要不上那排吧？啊，趴地下啊！哎呀，实在不行趴地下吧！来，不用趴地下了，就在地上吃。不好了，来来，趴地下一块吃来，一块有四。哎呀，我天哪，这怎么又回归解放前了呢？妈，不好意思，我这句话不应该说，我感觉不好了。呸呀！啊！趴地下。老四，老大的啊，咱们教教一下子啊，有桌子不用啊，你们在那打地铺。愿意吃野餐了，怎么？他们想让你开车带他们去春游。哎，你哪天你买个帐篷呗？咱在屋。三万，你看看。咱整个帐篷，然后在屋里搭一下子。我哪天咱买个帐篷呗，在屋里搭一下子。哎，屋里搭帐篷，买个帐篷，屋里搭一下，能在那个地方搭个帐篷。嗯。啊。好了啊，祝老四老大生日快乐啊！来，我说咱们就在一块吃蛋糕了啊！一，二，哎呀，我瞅你我都开心了。三，啊，这家伙你给我整个臭逼，完感谢，这是不一样的烟火，感谢不一样的烟火。谢谢家人们。哎呀妈呀！这家伙造的呀，耶 ，seven 耶，老四耶，哎呀，有桌子不用。这家，哎呀妈呀，这造的这个香啊啊！太香了。哎妈 ，seven 吃没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老大现在是真那个啥呀？别整那么大块，整那么大块的话不好消化，知道吗？嗯，其实这小蛋糕这样挺好的，然后零食多一些，蛋糕少一点儿，加上他们一人一小块还好消化，感觉挺好啊，挺好。每天就咱们家以后吧，家人们啊，再整有一个蛋糕就行。对，啊、有一个蛋糕就行啊，会分那啥的，因为每次吃一个蛋糕之后，你应该这么说，老铁们呢，你们以后别给俺们整了啊，别花那钱了，干啥呀？这整的怪不好意思的。我都不想整。其实说实话啊，家人们，就是每次你看咱家这些毛孩过生日的时候，你们给花钱，又买零食又买蛋糕，真的好几年了，真的就是咱家就是什么呢，就一直想回馈你们，知道吧？但是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回馈你们。他包子呢？包子吃了吗？他得上那个底下那嘎溜吃，他那顶上没有桌子。哎。那行。
包子，包子，哎呀，大包子，哎呀呵，包子，你出来，给我出来！这家伙，你我越钻你往里越往里钻，哎呀！包子没事啊，包子，包子你来吃，你来吃吧，包子吃不吃？来。老爷喂你一个包子来啊！这家，哎呀妈呀！包子呀，这不享狗的光了吗？这不是沾狗光了？包子今天沾狗光啊！给你放上面去吧，媳妇儿。啊？这包子呀，我给你放窗台上。你给它放那儿呗。放那也不行，放窗台上吧。来，行，包子来，下来。哎，包子今天沾口光了。哎呦我的妈！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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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吓人，挠着你了又？你看看，你挠着，你看几个点子，媳妇儿，看我几个点子？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十二，啊！旧伤未去，新伤又来了，家人们啊！啊、小心挠着，他已经给我挠了，还是给我挠的啊？洗洗吧，没事儿，家人们。这包子吧，家人们，我跟你说，包子跟他，包子跟他们几个其实已经混熟了，知道吗？家人们，他就是懒得动的。我感觉我都不如，咱家这个猫，人家送给咱家的时候，人家说一岁，我都感觉不是一岁呢。今天给虎妞来个这个啊，剪剪指甲吧，我直接给他剪指甲了。你说，媳妇儿。这个零食多好啊，家人们啊！我要明天给虎妞。但是这个零食，家人们啊，咱就送给狗的话，媳妇儿，我就敢相信一点什么呢，媳妇儿、啊？就我把这个零食，我稍微打点鞋，我送给狗的话，我跟你说，就连那个狗都想嫁给我，真的。你骂谁呢？你在那儿、啊，你骂谁呢？这个东西如果要送给狗的话，狗都想嫁给你，真的。这家伙太浪漫了，你这么逼，你这变法。啊我的吧你，大乌鸦棒子，媳妇儿，嫁给我吧，媳妇儿。我的妈，真想削你一巴掌！你整的我，啊，哎呀，我的妈呀！这个长得太好看了，你看，嗯呐，真挺好看啊！整一大筐乌鸦棒子。这里啊，咱家老铁也是费心了，家人们。我刚你知道我刚才想说句啥吗、啊？我想说你把这东西送给狗，狗都不带嫁给你的。我一寻思不对劲儿。费心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零食。哎，你要能见过的话，那你不是沾狗光了、啊？好用心的礼物、啊，兄弟，是不是，家人们？沾狗光了啊，兄弟！三元爹沾狗光了啊，家人们，三元爹沾狗光了，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作文都出来了，啊，给他们一人发一个呗。感谢我四哥拉布拉多迷妹啊，四哥拉布拉多迷妹啊，咱一人给在前面，咱分零食吧。咱分零食啊，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大家给麦续上好朋友们，大家点点关注。一号麦我们家三文八吨小老四，感谢咱们家一号麦三文八吨小老四啊，还有爽儿姐姐啊，爽爽姐姐，哎，姐姐爱三文，咱还有咱善良的小四妹啊，贝贝姐姐，我爱三文老四啊，静文姐姐，二宝干妈小白姐姐啊，小小苏姐姐，以及咱们家万万干爹啊，永远的宝贝东东姐姐啊，还有慧慧啊，读你姐姐，哎。16623啊，感谢家人们，感谢一只棒，感谢蔷薇姐姐啊，感谢夏天海岸姐姐啊，感谢四哥迷妹，感谢宠爱喜宠爱狗啊，谢谢仰望星空姐姐、薄荷姐姐啊，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小温柔姐姐，谢谢啊，家人们啊，咱给麦序上好朋友，大家点点关注，家人们啊，太多了，三兄弟感谢不过来，家人们感谢不过来，大家伙别挑理，行不行，家人们啊，来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好朋友啊，三兄弟的确是感谢不过来，老铁们。啊，在这摆着吧，啊，明天给他们吃，明天给他们吃，明天给虎妞他们来一棒子，啊，给虎妞他们来一棒子，家人们，啊，老爷高音喇叭好听，哎，我这最近没发现我今天嗓子也哑了，媳妇给他们整点零食来，媳妇给他们整点零食啊，咱们开吃了啊，
家人们，咱们刚才吃完那点玩意儿吧，好像是没不当事儿呢，咱们再来啊。第二悠来，咱分零食吃，家人们啊，咱们给分零食，理解啊，谢谢家人们啊，别挑理，你分就行，媳妇儿，你分呗。啊，然后呢，家人们啊，你们有啊，我然后呢，三元爹在这里头也给大家伙送上一份小小的啊啊，小小的那个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福利吧，家人们啊，你们充95块钱话费。啊，你们花95块钱充100块钱花费，老铁们啊，能省个5块钱，4块钱5块钱的啊，家人们，我现在给你们讲解这个链接，家人们啊，如果是你看现在月底了啊，大家伙手里头没有话费了，家人们啊，你可以用这个链接，你花95块钱充一个100块钱电话费，好吧，家人们啊，感谢家人们啊，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去充吧，95块钱充100块钱电话费啊，24小时之内就到账了，家人们啊，也有可能现在就到账，也有可能明天到账，宽带的也能用吗？联通电信啊，联通电信移动都可以用啊，三网通的啊，家人们，项链没给带，还有项链没给带呢，媳妇，项链没带呢，在哪儿呢？展示一下吧，来展示一下吧，展示一下吧，啊，省5块15块钱，对，家人们，省5块钱15块钱啊，95块钱我啊，展示一下吧。嗯，给老四戴上，给老四戴上。这是老大的。给老四戴上。这是老四的。这是什么，媳妇儿？这叫平安锁。平安锁。啊，这是不是个虎符吗，媳妇儿？啊，划算！我昨天充到账了，95块钱充100块钱电话费，家人们啊，这个你们可以试一试。啊，可以用一下子啊！对，省5块钱是15块钱，家人们，咱5块钱虽然不多啊，已经不少了。现在啊，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大家伙儿啊对我们的支持啊！三兄弟这个充话费这个我一分钱不赚，老铁们一分钱都没有，知道吧？就是一个充业绩的，知道吧？就是一个充业绩的链接，我一分钱不赚，老铁们，知道吧？充营业额的一个链接啊。家人们，95块钱能充100块钱电话费啊！马上月底了，能用上就尽量用一下子，对不对？毕竟那能省5块钱呢，对不对，家人们？啊，在这儿来啊！给老四老大拍一个，给老四老大拍一个，来，等会儿啊，我给老四老大拍一个啊！哎呀，对，老大，四哥呀，你让你老爷。真的，四哥呀，我太羡慕你们，你哥俩了，啊，哎，媳妇，这叫什么兄妹俩是不是？对呀，不是姐弟俩，姐弟俩，这叫姐弟俩是不是，家人们？啊，拍个段子嘛，来，四哥，姐弟俩，这家老大照的，老大一个人吃，我拍个照片，四哥。哎呀，拍个段子来！哎呀，四哥呀！哎呀，四哥，你带的什么玩意儿？四哥，哎呀，四哥，真好看呢啊！四哥生日快乐啊！今天我四哥过生日了，来瞅瞅！哎呀，真好看呢，四哥啊！老大呢？看老大吃啥呢？来瞅瞅你什么玩意儿？哎呀，生日快乐，四哥 ！Give me five， 老四 ，Give me five， 生日快乐，老四！你精神点，老四给你饭来，四哥击掌，老四啊，老四，好，击掌啊，好 ，OK 了啊，老大给你饭，老大，老大今天吃什么？吃了，只顾吃了，啊，生日快乐，哎，拍个小段子啊。他们都有金项链了，都给戴上就更好了。嗯 ，seven 也有，老大老四也有，虎妞也有。哎，真是哎，迷糊也有吧？迷糊有吗？迷糊有，咋没有呢？迷糊是个红的那个，粗挺粗的红的那个。迷糊有 ，seven 有，老四老大有，石榴没有？嗯，石榴没有。石榴没有。嗯。啊。每次老爷都要。一个忙着吃，一个忙着发呆。嗯呐、啊，我会发着呆，然后微笑，接着紧紧闭上眼。我给他们拍个大的。
猜一个呗，媳妇儿，来，一人给发一个，媳妇儿，多发点零食吧。咱们今天啥也不干，家人们，咱们今天啥也不干，咱今天就吃就行啊。老姐们，你们想交话费的家人们，95块钱交100块钱电话费，能省5块钱，家人们啊，能充就充，能省就省，家人们，能省5块钱那就是5块钱啊，老姐们啊，想充话费，待会儿充一下话费，看一下包子，给四哥一个。哎呀，这大甜甜圈。哎呀，我喝四哥这甜甜圈，我四哥真喜欢吃。四哥坐好了，四哥坐好了，接下来为我四哥颁一个奖啊！四哥来给你颁个奖。哎呀，四哥这不成了啥了吗？媳妇儿，媳妇儿，你看媳妇儿，脑瓜上一块布，天下我最富。你看看四哥，这不我四哥不成了阿富汗了吗？啊？哎，你看老大。那再一个，这圈太大了。小明呢？小明有，他们都有。嘿嘿嘿，老大，来，老大，看看吃不吃？是不是？这家伙都能当那啥了？哎呀哎呀，老大呀，这家伙这太大了啊！这甜圈太大了啊！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咱们家好朋友们啊送来的这么多礼物啊！家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啊！谢谢家人们，无论投胎转世到你家狗我也是幸福啊，谢谢家人们啊。迷糊啊，迷糊想吃一个呀，迷糊想吃一个，给迷糊整一个啊，给迷糊整一个，石榴有没有？石榴是别整的了。啊，迷糊整一个，看迷糊，迷糊，迷糊不给你了，媳妇儿，迷糊还不给你了啊。三个圈儿了，哎妈，三个圈儿，三个圈儿，三个圈儿。四哥，你看啊，他们几个谁的性格更好一点呢？老师，老爷可以拿你的圈吃吗？你看我跟他抢啊，你看着啊，我看着啊。四哥呀，四哥你给老爷啃一口行不行啊？老爷啃一口行不行？你看行啊，啊，我咬一口。你，老师觉得他妈的。你好像是个傻子，是不是？我感觉家人们，你们没从第一视角看我们家老四啊。我跟你说，你要从第一视角看老四的话呢，老四给老爷来一口，我四哥这样的，这好像他妈是个精神病呢。四哥，你看我四哥那表情，三碗就不带给你的，家人们，三碗就不带给你的，三碗来，把来个吃。你都不敢，我怕三文掏我一口，家的。四哥不护食，四哥来给姥姥吧，给姥姥吧，行吗？那给你吃吧，给我吧，你看他不护食，老四不护食，小明会也不行，明啊，你去哪？你去哪？不是，蹲着。明白，给我吧。呀，改呀，给我吧，你给我吃吧，给我吧，行吗？你别吃了，给我吧。这家都罢工了，给我吧，行吗？他不对你呜哈，也不行。你把手放地下，他真咬你。他不带咬的，啊。给我吧，不行，我不敢。明儿给老爷咬一口行不行？明儿，老爷咬一口，摸摸。你说我突然望一下，一下。不能咬。俩人小明不能咬。你这是狗嘴里拽舌头，你在那啥这儿？不了吧，小明就这一点好，家人们，他再怎么，我跟你说，他再怎么咋呼，他不带咬你的。小明就这样的，知道吗？你看，他再怎么咋呼，他不咬你。哎，小明性格老好，来西安明花，来西安明花，明花，对，好，明花，好，好。这不给，光打雷不下雨啊！别嘚瑟，不嘚瑟的也不能咬我家。小明就这样性格，他不能咬我。啊，欢迎家人们啊！交话费，家人们啊，有需要有想买话费的啊，
95块钱交100块钱啊，还是怎么？省5块钱，15块钱啊，是不是？能省5块钱，15块钱啊？那家人们，老大也没事，老大能给老爷来一口吗？拿走了啊，老大啊，老大也没事。来，我拿走了，老大。老大和老四性格多好，知道吗？哎，老四和老大性格多好。老大咋看着不吃呢？不知道啊，你咋不吃呢？老大你咋不吃呢？老大吃吧，吃吧，吃吧。不好吃啊。老大，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像累似的。你看三文那零食，你看三文那个，很的，看光杆司令的，小司令咋没有呢？那是你给他个小小的，他大的他啃不动。再吃这个小的啊。再给他个那个啊，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小棒水，石人来，再给你一个，他就叫小石头来瞅着，这小石头来瞅，给石榴放脖子上套圈儿，还真能给他套脖子点哈，能套不套？拿那个老大那个，老大的圈套着，石榴。套上才不像，哎，照个相，照个相。这啥呀，石榴、哎、啊？这啥玩意儿，石榴？福妞没有吗？那个明天给福妞拿去。哪个？那个圈。那明天给福妞拿去那圈。嗯。啊，谢谢家人们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我的充完2个小时就到账了，是吧？啊，基本上家人们啊，基本上24小时之内到账，知道吧，家人们？晚上的话，你们现在充的话可能是晚上，晚上的话有点慢，知道吧？但是呢，都能到账，好的。啊，95块钱充100块钱电话费，什么玩意儿？媳妇儿，95块钱充100块电话费。给老大个别的，哎，给老大个这个行。我昨天充的是5个小时后到的，24小时之内都能到家，放心吧。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Seven 呢？你瞅你那圈让你啃的，这家伙。家伙干啥呀？啊 ，Seven和老大他本身就不对付，把老大的给来，把老大的给老大吃啊。这是鱼皮的。老大的一直在给老大吃呢，老大一直给老大吃。这是鱼，看。啊？这鱼皮的这是？嗯。提交订单怎么到账？提交订单，家人们你们交完之后24小时之内到账，知道不？到时候你查话费就行。啊，你是哪个？你是哪个运营商的？你就给哪个运营商打电话，你查话费啊。谢谢大伙儿啊，把号码写上就付费了。对，把号码写上就可以付费了。咋不给小明吃呢？小明有啊。明花。明花你不吃啊？明花啊，老大有思想问题了。迷糊啊，你瞅啥呢？迷糊啊，没人跟你抢啊。咱就今天就看他们吃零食去，就看我四哥吃零食啊。你看我四哥吃零食好不好玩？你知道吗？四哥，你上这边来吃来。你抢一下看，想看迷糊训你。待会儿又想买洗手液的家人们啊，洗手液在第一个链接啊，洗手液3瓶洗手液19.9块，待会儿有需要洗手液的话可以去拍那咱洗手液知识一单，老铁们啊，洗手液3瓶，一瓶是300毫升，平均合到6.6块一瓶，家人们下午去游泳了，对，下午带老大老四啊，去游泳了，跟爸爸游泳呢啊，家人们啊，老四老大还有老四的爸爸，今天白天是老四和老大跟爸爸一块过的生日，晚上和妈妈一起过的生日，家人们，猫猫呢？猫在上面呢，猫在那儿呢，不知道猫吃没吃。
啊，我是不知道猫吃没吃。包子，干啥呢？包，这挺脆的包子，你不想吃吗？这猫怎么还得喂呢？啊，把圈给老大，感谢柔宇啊，是吗？媳妇儿，那圈没给老大吗？那圈给老大干啥呀？啊？那小石头吃了。那来来，给你个圈，老大来。来吃这个圈，老大。啊，咱看老大蹦圈吧，咱看老大必须来的啊，家人们啊，有想买洗手液的家人们，洗手液的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家人们啊，三老四啊，老大，哦。这 seven 可能怼老大，给老大怼生气了，再给老大怼生气了，瞅瞅 seven 总怼他，老大好像应该是发情了，哎，他到发情的时候了吗？媳妇儿啊，你看啊，俺家老大上次发情的时候几月份发情的？九月份发情的，到正常是三月份发情，那到这个时候怎么能发情呢？啊？去年九月份发情的，对呀，去年九月份发情的吗？好了，塞吧。再给拿零食吃去吧，再给拿零食吃。啊。嗯。四哥，你吃你的，四哥。老四啊，所以你自己吃自己的啊，老四啊，四哥你吃，你自己吃自己的，老四自己啃自己的去，自己啃自己的，老四快点的，嗯，三万傻了，咬自己孩子，但不是咬自己孩子，家人们啊，但是跟老大玩呢，老铁们啊。他跟老大玩呢，今天咱就看老四和老大他们俩就行了。啊，你看老四，你看老四，你看老四啊，老四用手捧着吃。牛皮是最好的磨牙的东西，对于大狗来说啊，牛皮是对狗磨牙最好的东西。咱家那个薏米棒也是这个原理，家人们知道不？对，你们买过咱家那个薏米棒吗？老铁们，薏米棒跟这个薏米棒跟这个的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们家里养大狗的，他吃别的磨牙棒，哎，一吃一会儿就没的，你就给他买那薏米棒，对，指定的是老好了。你们想买薏米棒的话，也可以，加上薏米棒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知道吧，家人们啊，29.9三根一包，一包三根，那三根薏米，三根加一块是一米长，粗细跟这一样的。粗细跟这一样的，大狗你就买薏米棒就行，然后小狗的话不好啃，像泰迪那么大小狗你就买肌肉圈，它都是这样的。薏米棒是29.9一包，家人们啊，原先是卖36.9啊，现在是29.9一包啊，总共三只三根，狗狗磨牙的，啊，脖子上戴的项圈好看。哎，媳妇儿，下回过小石头过生日的时候，啊，让他们几个把这圈全带上的项圈，嗯，咬不动，真香啊！老四吃真香啊！欢迎大家伙啊，欢迎，咱们给麦序上的好朋友大伙点点关注啊，老铁们啊，二号麦是咱们那个小五，家人们啊，二号麦是谁呢？是我们家老大的五宝宝，家人们，第二锅的老五啊，小五可聪明了，家人们啊，待会儿想看老俺家老大的宝宝的。家人们想看老大宝的，可以给点点关注啊、哎！这样吧，咱那个什么，就是刚才你那个感谢的那个名单上，嗯，那个名单上，等着咱过两天，就是所有的那个他们那个照片到了之后，一人给他们发一套吧。行，
啊，行行。刚才刚才照片顶上那个那名单上那些就是感谢的那些咱家人啊，到时候他们的照片都到了之后，一人给你们发一套啊，家人们，到时候定了吗？咱到时候给他们重新拍好的不行吗？咱找专业的拍呗。你老说找在杭州那么好的地儿，你说找专业的拍，你就磨磨唧唧磨磨唧唧都不拍。咱南疆有啥专业的呀？我想知道啊。我找专门的拍。你告诉我啥时候拍？充话费在最后一个链接呢，家人们啊，充话费在最后一个链接呢。啊。我跟你说，你一说找专门的拍，又得你都拍不上。不，我就找你的性格。那你说一个数，哪啥时候拍？就夏天的时候就拍呗，夏天的时候。几月份拍啊？你可别叭叭了，夏天我哪知道几月份拍呀？六月份拍，下个月拍呗。你得你整点好的，整点拍点好的，咱日常那些。几号拍？那你看你整几号去了，媳妇儿？你那不我几点拍的？那你本来你就没有确定的时间，你老是……我不得先联系吗？我不得先联系吗，媳妇儿？这玩意儿两天就联系了，不用专业的。不用专业的，不好看，拿不出手啊，那玩意儿。主播真墨迹，能改改不？我因为咋的，家人们啊，我得先找他啥时候能拍，知道吧？再一个就是我咱还得给他们先给他们准备衣服吧。你说几号拍？是不是给现在给他们准备衣服，媳妇儿？老四、老 seven 他们几个不得穿衣服啊？你这么直播都能拍不好看呢？我感觉不穿衣服就最好看。啊？穿衣服好看，我觉得穿衣服好。明天就联系好了，马上就安排。妥了，拍点好的，做台历吧。大家就别寻思做找专业的，狗不听话或者不配合都白搭。那咱那个手机拍出来的不好，媳妇儿，你没发现吗？它那不清晰，它不清楚。你要求太高，我都感觉咱家那个照片挺好，最真实，最接地气儿。老大，再问呢，你别跟老大干仗啊！刚才照的就挺好。来，老大，来。来，那我给你，放下啊，给你狗照。我跟你说，给狗拍照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儿，知道吗，家人们？其实就时长就是最好。给狗拍照其实挺累，知道吧？他们都不配合。你看今天三，你看今天白天，以前平时的时候跟那个谁，跟我们亲人在外面那么多狗在一块拍照，都不配合。你拍完，你相机一响了之后，他们就散了。你相机一响，哎呀，行，哎呀，好，一说好，全跑了。我你要找专业的拍的话，拍全家福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和咱姑娘？行。或者光带我也行。行。你别每次一照全家福是你跟他们，你为啥呢？让专业的给拍更不配合，人累，毛孩也累。那咱买个好点，买个相机吧，媳妇。啊，咱买相机。家人们，你们可别出主意了，越整越大的了。啊！你等着，三文姐说，要不整点那个私人团队吧，来咱家住几天吧，越整越大去了。充话费是在留言那里填号码吗？不是呀，就是你点进去之后，你把你的号码写上，然后写立即充值就可以了。我其实我咋的，媳妇儿，你就平时照那些东西吧，就用手机拍的东西，你要送人就送稍微好点的，你要整的不太好的吧，你就跟糊弄人似的，那就跟糊弄人一样啊，你要是。那你就撒脱的整，撒脱的办，你别一磨叽。然后又过一年了，年复一年，年复一年。三说这孩子干啥？干什么玩意儿啊？三问呢？专业大炮筒是啥？专业大炮筒就是那什么呗，单反相机呗。
不怕糊弄，不怕糊弄也不行啊。你要整那个台历啥的，整不一样的，整就整不一样的。你看，因为你平时的时候，当然我都能看到的东西，你记录下来的东西吧，他们也能记录，知道吧？好了，三娃，这个老大整成无语啊！你这孩子，三叔，你这孩子，揍！揍啊啊揍揍啊，这家伙脾气都不好，这现在脾气都不好。我终于知道了老四和老大他们的脾气，家人们，老四和老大他们的脾气啊，没准啊是随咱家 seven 的，老铁们啊，没准真是随 seven 的啊。磨牙棒是29.9块家人们啊，29.9啊，一米棒，老铁们想买一米棒的啊，家人们，家里给想给狗狗买一米棒，可以拍单一米棒啊，29.9。三友怎么了？三友天天这样式的，下播就没事儿，下播就消停，你说奇怪不奇怪吧，老铁们？你看三友白，你看平时在这玩的时候可愿意叫唤了，你只要一下播立马就好。这谁啃的圈儿？这圈谁啃的？把肉都啃掉了，谁啃这么干净？啊，剩里边这个皮不吃了，谁啃这么干净？我想知道。这家伙啃那么干净，老四啃的，四哥啃的呀。我看也只有四哥啃的那么干净。四哥再给老四一个圈。四哥成剪圈的了，老师。哎，好事，直播时表现欲强，好事。哎呀，三文有时候表现欲太强了，整不了的，真的，我都整不了他家人。交话费的在最后一个链接，家人们啊。咱们家交话费的在最后一个链接，家人们啊，95块钱充100块钱电话费，家人们，第51个链接啊，就是95块钱充100块钱电话费啊，老铁们，你们有需要充电话费的啊，待会儿可以去充点啊，老铁们，毕竟能省5块钱，是不是？嗯，毕竟能省5块钱，也挺划算的。老四也是4岁了。哎，媳妇儿，你那手机能看老四他们以前照片吗？啊，老四以前照片？没有。我那个手机账号换了，媳妇儿，我现在看不见了。我寻思给大伙看一下子咱老四以前的照片呢。家人们，我想给你们看一下我四哥曾经以前的照片。嗯，四哥小时候照片，家人没有了，没有了。你看，这个是，这是我们家 Simon 带我们家 Simon 上公园玩儿。这张照片拍摄于2018年10月10号。这个时候已经有老四他们几个了，哎，2018年10月10号已经有我四哥他们了，我四哥他们那时候已经几个月了，5个月了那时候，啊，说媳妇儿，2018年5月5号，10月10号，这拍的不挺好看的吗？他洗出来的不清楚，知道吧？你手机看着行。手机上看着行，那洗出来的不行，而且呢，你洗出来的不规则，不一般大，知道吧？嗯，洗出来东西它不一般大。Seven 多大了？俺家 Seven 呢 ？Seven， 俺家 Seven 今天在过生日，几岁了？6岁了。2016年，
今年2016年到2022年，今年俺36岁了都，多快！室外拍光景好，欢迎家人们啊，欢迎大家伙。小石榴也6岁了，数学班，小石榴几岁了？俺这小石榴正儿八经也6岁了，家人们。小石榴是比俺家 seven 吗？小半年，啊。seven 的，你非得聊他，你非得聊他，老你看非得咬你一下就好了。seven 就不，你可犟了 ，seven 可犟了。小五是老大的五宝，对，绵羊是俺家老大的五宝啊。seven 呢？哎呀。seven 和那十六和 seven 都是元老了。seven 咱不惹他了，行不行 ？seven 咱不惹他，行不行啊？啊，能不能歇会儿 ？seven 啊，我过来了，我再给你们好吃的，来过来来。其实，哎呀，这怎么整的呀？这怎么都掉了呢？哎，这个东西怎么粘不住呢？这个东西啊，怎么都掉了呢？是胶不行还是怎么事儿？啊，胶行啊，这胶都在上面粘着呢，为什么它总掉呢？啊，你没粘好，我这粘了好几遍，那个都瘪了，你知道那个都瘪了，我粘这个粘好几遍，墙不行，不是墙不行，哎，你看它咋不掉呢？老铁们，它咋不掉呢？你看。你看，我操，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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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咋不掉呢？啊，一个胶就粘这么结实，他怎么有的他就愿意掉呢？这不完了吗？四哥来来，老爷给你们一人一个磨牙棒吃，来，老四来，老爷给发奖励。四哥呀，过来，咱一人给磨牙棒吧，行不行？家人们，这磨牙棒给他们吃一个，这也是牛皮的，这个，这跟那一样也是牛皮的里头，啊，还吃个别的，不给吃磨牙棒，我看有没有软和的东西啊。我也没有软和东西，给他们整点儿。哪个软和？啊，肉干吧，吃这鸡胸肉干吧，行不行？四哥，你吃不吃这个？啊，老爷给你整那个鸡胸肉干，啊，今天不吃狗粮了啊，今天咱就吃零食了，四。啊，迷糊啊，老大，老大过来，老大来。老大来，再给你一个，好，十六一个，十六一个，哎，好，给迷糊三位一个，好，哎，这不正好呢？迷糊一个来，老大，老大这不正好的呢？这是老大的一个来，老大来，电话费只能充一次，对家人们啊，电话费只能充一次啊，95块钱充100块电话费，挺划算的啊。哎，客服，咱这压缩毛巾没有秒杀吗？你压缩毛巾整的啊？客服，压缩毛巾没有吗？不是8.8吗？怎么又恢复到9.9了呢？压缩毛巾怎么9.9了呢？都喜欢吃这个，啊，一会儿再收拾吧。明天我就打算把这沙发换掉。这两天我打算把这沙发换掉，这沙发中间这个没有了。中间这个让都我都充2次了，一天能充一次，家人们，你今天充完之后明天可以充，知道吧？但是你不能说一直都充，你一天想充2回充不了，你可以分着充，今天充一回，明天充一回。客服，压缩毛巾有没有了？没有了哈，压缩毛巾啊。我看还有哪个啊，还有哪个零食，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这里边好像是，这点都没写名啊，
他都不写名这个啊。唐老板宠物烘焙，唐老板在不在直播间啊？唐老板家做的啊，老铁们，唐老板家做的啊，不知道唐老板在不在直播间。充了啥时候能到账？充了的话直接就是家人们，充了的话就是你现在充完之后24小时之内到账，老铁们啊，记住麻花啊，家人们啊，你们可以给这个唐老板点点关注，家人们啊，待会儿可以关注一下子啊，唐老板啊，家人们啊，唐老板可以关注一下子啊，他们家是啊做这些零食的啊，老铁们啊，做这些小零食的，唐老板在直播间的啊，感谢唐老板啊，唐老板手艺不错呀，唐老板手艺不错呀，唐老板啊，不能开这个码，开那个码容易那啥，唐老板手艺不错呀啊，真挺好啊，狗子挺愿意吃啊，好，来塞文，嗯，来，哎呀四哥，哎给老大一个，老大一个，哎你看都挺愿意吃哈，是不是啊，谁来来，哎好，迷糊迷糊你来，迷糊迷糊你过来，迷糊来，迷糊上老爷这来，快迷糊来，迷糊迷糊你过来，你也不来呀，迷糊迷糊吃不吃，耳背了，迷糊该给你吃，别过来，过来迷糊，你过来迷糊，拉倒，不给他吃，老四不给，不给你吃，老大一个，老大来，再给老大一个，三万你别怼他了啊，你别怼他了啊，三万过来，来三万，三万你来，三万你过来，来迷糊来，迷糊来了，迷糊来了啊，小迷糊来了，是吧，你那 Seven 这天可能啥了 ？Seven 呢？你看你姑娘今天过生日，咱好好的呗，别嘴别怼过她了 ，Seven。来，让人家让人家老四跟老大抢零食，行不，家人们？让老大和老四抢零食，看看咱们家这两个寿星。啊、哦，看咱们家今天这两个寿星谁厉害啊，快来，三万你进去吧，三万啊，你总是怼老大，你怼老大把屁股都怼坏了，过来三万来，过来进来，三万来，三万进去，三万进去，三万进去，三万进，老四出来，老四出来，老四啊，老四，这老四怎么没吃过圈啊，老四啊，啊四哥，王老师，啊，你干啥呢，四哥呀？啊，你也太贪了吧，四哥，挑俩圈啊，老师，我瞅瞅，我看了几个圈，挑俩圈，老师。四哥这回家不忘把圈拿窝里去啊，四哥回家了也不忘把圈拿窝里去，夜宵就不吃了，家人们啊，今天啊咱就吃零食，四哥整俩圈太逗了，四哥愿意吃圈儿啊，压缩毛巾8.8块，家人们啊，想买压缩毛巾可以去拍的啊，压缩毛巾给大伙价格改完了，8.8块，20枚19.9块，50枚29.9块，100枚压缩毛巾啊，有想买压缩毛巾的话，待会儿可以去拍单压缩毛巾啊，29.9块，100枚压缩毛巾啊，四哥出来吧，老四来，老四出来，老四来，好，迷糊进去，迷糊迷糊进去，迷糊进，迷糊迷糊进，迷糊进，迷糊进去，迷糊进去，迷糊迷糊进去，没迷糊进，进迷糊进进 进，老四出来，老四出来，来老四出来，老四啊，老四你把圈给迷糊吃呗，行不行？老四你坐好了，坐好了，四哥，四哥你坐下，啊，这个圈给迷糊吃行不行？这圈给迷糊一个，哎，给儿子一个圈，来，迷糊给你一个圈，啊，
四哥，咱不吃这个了，再给三文一个圈，行不行？咱不是玩游戏，来陪你玩游戏啊！这个给妈妈吃啊，给三文吃这个圈，从这给三文，三文给，啊，再给妈妈吃啊。老师走哪儿，圈拿到哪儿。第一回合，我四哥跟老大啊，看俩谁抢得快啊，家人们，来，看他们两个谁抢得快。四哥请坐啊，老四请坐啊，好，老大请坐，好，往退啊，好，老大老四啊，来，各就各位啊，看见谁跑得快啊，看见谁起步快啊，老四别溜号啊，老四预备，四哥不要溜号啊，预备，一、二、三，这我拦着老，这老大明显让着老四呢啊，这不明显让老四吗？老大呀，你这不明显让着他吗？老大，你知道老爷会给你奖励吗？啊，你知道我会给你奖励吗？老大，你看老大馋的，你看。你看拉哈喇子，你看看啊，你看老大馋不馋，看好了啊，看老大的哈喇子一会儿就掉下来，哎呀哎呀哎呀呵，一二四个做好了，给你吃还是给你吃，老四吃还是老大吃啊，啊四哥，老爷想看一下子啊，老四你觉得这个零食，四哥你觉得这零食给谁吃啊，老四，老大给谁吃，老大你要给谁啊，你看看，你看人老大，老四你说要给谁，老四看看你给谁吃啊，给谁，老四给谁，老四给谁，老大你说给谁，老大你说给谁，这个啊，这肉干给谁吃，老大啊，给谁啊，给老四啊，老四给谁，老四啊，啊，给姐姐吃啊，来，你俩一人一半行不行，你一口，哎，老大一口，来，你俩就能把这个叼住就好了，来，老大叼，好，老四叼，老四让着他，老四心口不一啊，四哥是真不愿意给人家吃的，我四哥也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啊，老四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欢迎大家伙啊，他怎么没有动力呢，我感觉哈啊，老四和老大为什么他俩没有动力呢，感觉啊，要不然小迷糊来，让小妞来，我看老四怎么不愿意动弹呢，四哥啊，你看人老大，今天老四五，你说能不能玩游泳游累的呢啊，是不是啊，来把小妞放上来，怎么没有，你不愿意跑不愿意抢，你看我四哥以前你见着吃那跟赠命的抢，是不是，过来来来老大来过来，老大进来，慢动斯本的，来老大来我看看啊，我看迷糊跟老四他俩啥反应，老四来，四哥坐，四哥坐好了，小迷糊过来，好了啊，我看看啊，来坐好了，预备，老四啊，小明你别让他，往小明这放一点，来预备，三，这以前我四哥老尖了，现在你看，哎，小明花，小明你来，小明你过来，
啊，来，老师来。明明又弃权了，小明怎？小明又没有动力。没事儿，迷糊啊，好了啊，我放这儿了啊，小迷糊，我放这儿了啊。哎呀，你怎么迷糊啊？引导狗护食没有？他们可能不饿，我感觉应该是不饿呀。啊，嗯，你这小迷糊原先的时候，老铁们，咱原先在那个老房子玩的时候啊，那小迷糊为了口吃的又跳沙发，又怎么又偷摸的跑啥的，他怎么现在就没有动力了呢？迷糊啊！你看原先他们几个坐一排，我跟他们一块抢的时候，小迷糊哪回不抢跑？他哪回不抢跑？你看小迷糊现在，迷糊，这迷糊也不愿意玩了，出来吧，出来吧，拉倒吧。这可能是屋子大的事，我感觉。你们信不信家吗？我觉得应该是这屋大的事。是不是小明能长记性，他不带长记性的。就我以前我总说他，我总说，我天天说他，他也不带长记性的。做绝育老实了，跟做绝育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屋子大的事，他感觉屋太大了，跑得累。啊，你看塞文哈。啊，你看塞文哈。你让小石头给欺负了啊！你让小石头给欺负了。包子，包子吃了吗？包子，包子，要不下来玩会儿吧？啊！包子把这吃了啊，没事啊，包子，包子也不饿。包子呀，那不要跟他们玩呢啊？包子老爷就想问一下，你到底几岁了？我感觉这像是一头老猫呢。小猫一般不这样式的，小猫最起码它下地溜达呀。一岁猫这样式的吗？是不是家人们？一岁猫这样什么？蓝猫就是懒，它是懒吗？来，来，啊，胖啊，叶叶，好好，那进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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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你去，再来个伴。我家蓝猫也不太爱动的。不会生活，不懂养家。不会生活，不懂养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来，来。过来，再过来，你们几个过来，来，你会一直来盯着我嘞。我应该给老四和老大他俩，老四和咱家三那个谁，老大和咱三分开。老大来，我给他俩分开的，他俩总是上一边怼我去，总是上一边怼我，来过来，来。老大进来，老大进来，进来。哎，老大进来，不跟他玩，咱不跟他玩啊。这家伙一天天净怼老大了。三，你不能进去了，你再给他开开，你试试。啊？你给我关上。不能开门。你进去，出去。你干啥呀，三万你啊？咱能不能不嘚瑟了，咱们呢？你干啥呀？你总怼过他呀？我今天我就不放他出来，我看你干啥吧你啊？啊？总是在惦记老大啊？
三妈，老大不可能发情，我跟你说，老大如果要发情的话，他绝对那方面紊乱了，知道吗，家人们？老大要发情的话，绝对那方面紊乱了。我记得前一阵那老大刚发完情啊，老大跟小石榴他们几个三月份的时候刚发完情啊，他上次我们家老大给关笼子里头，三月就这么给放出来，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在里头待着，我不能让他出来，要给三元关起来。上把锁，看三元会不会拿钥匙。上把锁，我上锁，我这不用上锁，我家三元都能给开开呢。你上锁，他肯定开不开。但是你把锁挂上，他肯定能给开开。你把锁挂着点，他能给开开。这不就是锁吗？啊？是不是？啊？别管了。这两点又干起来了啊，看着啊，又干。摩托鸡块30送多少？现在不是30送多少，咱家摩托鸡块买20个起拍，买40个送5个啊，买40个送5个，家人们啊。狗能没了，哎呀妈呀。有问题去带看看去。老大没啥问题，知道吗？有问题我估计也是 Seven 这块。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 Seven 这块。我就不放他出来。我看 Seven 你要干就在等你，我就在等。有拱狼没有？没有拱龙的麦啊，咱也没有龙的麦。Seven 我看你咋的了咱啊。起哄，又起哄了，哎，好了，再问，啊，好，再问，好了，别脾气太大了啊，三问呢，啊，好了，你这脾气太大了，三问啊，行了，啊，行了，好了，三问，哎，行，三问呢，我记明，我这一下播立马就好，他们立马下播了，拜拜，你看啊。拜拜，家人们拜拜啊！你看我假装拜拜啊，赵鑫，你看 Seven 咋样啊？拜拜，下播了。哎呀，累呀 啊！拜拜，下播了，拜拜。你看好使吧啊。这一下播三文就老实了，知道吧，这一动不动。他能听懂。我今天我直播时候无数马家三文就不就在我直播时候叫唤，就直播时候叫唤，别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老爷翻译一下你2015年的段子，你戴帽子那时候好搞笑。是不是？想着下去溜溜弯去了，但迷糊不老实啊！迷糊，我平小迷糊平时的什么样，我直播时候他就什么样。小迷糊就是在一直不断的找东西吃，啊，这个屋里他能给你翻个八遍出来。一个抽屉啊，他闻好几遍，然后偷摸的是把那个抽屉不知道怎么给打开的，小明能给打开。这屋里的每个角落，只要你能藏过东西的地方啊，小明就找。
要说俺那小迷糊家们，他找东西特别厉害吗？你看别人谁也不找 ，seven， 你看家们就 seven 找，其实老四也不找，老四也跟小迷糊一块转悠。俺那小迷糊是真找东西，你看我一会藏下东西，你们看看。老爷，你咋不打 PK？ 我跟谁 P 呀、啊？就咱家这，咱家这，我跟谁 P 呀、啊？老铁们，咱不是 PK 主播呀，没 P 过呀，一 P。我再一批，再一个就是咱家一 PK 的话，人家肯定都走了，知道吗？再一个是没人跟咱玩啊，咱直播间人也不行啊，老铁们，是不是？人少啊，人家一看你直播间这么少的人，人家不愿意跟你 P， 人家走了。人家 PK 就是互相涨粉 ，PK 就是互相涨粉，是不是？咱跟宠物主播 PK 还行，啊、嗯，跟宠物主播 PK 可以，但是呢，宠物主播吧，现在吧。也跟人就是也不抱团儿啊，是不是？宠物主播都是各玩各的，都恨不得谁也不搭理谁，真的家人们恨不得谁也不搭理谁。有啥的家人们，我其实我就愿意跟人家玩，知道吗？我就愿意跟人家玩。但咱不好意思联系人家跟人玩，知道吧？咱粉丝，你看500多万粉丝，你连600万粉丝你就不愿意联系，知道吧？人家不愿意搭理你，知道不，家人们？你再连1000万的、2000万的，是不是？人家怕媳妇儿，对呀，人家不愿意搭理你，知道不？嗯，有几个愿意搭理的家人们啊？你就看看家人们有几个愿意搭理，平时挺好的，唠嗑挺好的。只能在一块玩的，谁认识谁呀？对不对，家人们？咱哪好意思找人 PK 呀 ？PK 呢？你感觉好像是咱找人 PK， 给人涨粉似的，人都不愿意跟你玩。你看咱家从来不跟人连麦，啊、哦，从来不跟人别人连麦。娱乐主播还互相吸大哥呢，没法玩。我也想找几个宠物主播哈，家人们，咱 PK 得找宠物主播 PK， 咱不能找那美女 PK 呀。是不是咱不能找人才艺主播 PK 呀、啊、是不是咱得找同行的 PK 呀、啊、对不对，连100万也行，你非网上连。就宠物主播没有玩这个的家人们，知道吧，家人们啊，宠物主播没有玩，都各自己玩自己的。嗯，自己玩更好。你看原先还能好点，原先还有活动啥的，你看家人们，原先还有娱乐活动，找老宋 PK 呀、啊，人老宋也不 PK 呀、啊，老宋，人老宋也天天卖货、啊，你看三位，咱家也不是天天卖东西啊，人家基本是总开直播卖货，知道吗？咱家也不咋开直播卖货，虽然说三位爹开直播卖货次数也挺多，但是我跟别人比的话，家人们，我跟别人比的话，就是他们直播间开播的次数，咱直播间绝对是寥寥的。家人们绝对是了了了，知道吧？嗯，老宋也不直播，老宋他平时娱乐直播，知道吧？但是人家不找咱没法找人家，知道吧？好像蹭热度似的，知道吧，家人们？嗯，好像咱找人找热度似的，对不对？嗯，人家不找我不好意思找人家，人家找我的话，我就愿意跟人玩。啊、嗯，我这人就比较随和吧，家人们。但是都不玩了，现在都不在一块玩了。原先在一块玩多好，是不是？参加活动啥的，互相都涨涨粉啥，挺好的。现在没有了，好几年没有了，好几年都没有了，家人们，就自己玩自己的。其实这些宠，咱们这帮宠物主播吧，也都在一块，像那些家人们。像那些才艺主播一样啊，都在一块儿。哎呀，今天谁跟谁 PK 了啊，今天有什么活动了，大家伙互相给出个视频啥的，多好啊，也能玩起来，直播间谁人都人气，谁的人都多，知道吧？自己偷摸玩到最后玩，最后谁直播间人都少，谁直播间人都少，我跟你说真的。你看再玩两年，家人们，我跟你说宠物主播直播间连1000人的都没有。嗯，对，互相给对方一次
展示的机会，是不是？哎，整的大家伙儿还越来越愿意看，有节目有热度，越来越愿意看，是不是？整游戏 PK 玩游戏啥的，是不是？老铁们，啊，格局太小了，不是格局太小了，家人们啊，三人 D 也没有那么大的格局，我也没有那么大格局，啊，只不过想是没人张罗，啊，可能是我跟你说，跟这帮主播吧也有关系，但是呢，缺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谁呢？那个中间人应该就是啊，官方人，知道吗？官方的人把大家伙拉一块儿，是不是家人们？哎，互相是不是整点节目啥的，对不对？缺一个中间拉线的人，知道吗，老铁们？嗯，其实人家我感觉人家才艺主播，人家定期搞活动啊，肯定是人都有人专门策划的，知道吗？有人专门策划的，你就是中间人。嗯，谁当中间人谁点背影，跟你说，谁话多，我跟你说，家人们啊，谁不容易待见，知道吗？不招人待见，谁话多不招人待见，知道吗，家人们？啊，嗯，欢迎大家伙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你看我一说下播，立马都老实了。我一说下播立马都老实了。你说家人们，你看我像我在我直播间，我以前在直播间总玩游戏，是不是？哎，咱要是咱如果真要有条件的话，咱整个游乐场，是不是？哎，把这些啊稍稍微微有点名气的这些网红狗啊都招来咱们这个游乐场来玩，说家人们，哎，大家伙都有节目，闯个关呢，做做综艺节目啥的，是不是挺好，家人们？哎，我今天谁出场？今天我四哥老大啊，挑战谁家谁家谁家谁，对不对，家人们？哎，这全网一发，大家伙中午都来看，对不对？可以互相的捧，是不是啊？比赛，你家和我家谁谁谁比赛啊？综艺节目嘛，对不对？你说下播，他们就知道下班了，搞大型游乐场闯关节目，是不是？多好啊，肯定都愿意看，家人们啊，还能调动起原先啊总来直播间的一些好朋友们啊。家人们你看啊，咱家你看，家人们，咱家直播间人少了，但是呢粉丝数没减少，为啥呢？因为有好多朋友们都不愿意看了，因为你每天就整那一出，每天都整那一出，人不愿意看了。你看家人们，咱麦序上包括咱们家总来，咱家铁粉肯定会一批换一批，到最后大家伙都不看了。嗯，官方没组织起来，哎呀，没办法啊，趋势吧，就是没人重视这个宠物这一块，知道吧？没人重视这一块啊。突然发现腐牛不见了，腐牛在店里呢，家人们，俺家腐牛在店里挺好的啊，腐牛在店里都挺好的，没事啊，他的脚还没好呢，逛着就好了啊，等他脚好了之后，俺家腐牛会继续回归的，知道吗，家人们？啊，腐牛肯定会继续回归的啊。比赛就会有输有赢，容易让粉丝们起急吧？比赛会有输有赢，容易让粉丝们起急啊，起急才好呢，知道吧，老铁们？有人说闲话才好呢，知道吧？越不满意越好，知道吧？讨论的人越多越好，知道吧，老铁们？那证明有热度，人家愿意讨论你，证明你有热度。没人搭理你，没人在你身上找话题，证明你没有那个价值，是不是，家人们？对不对？啊，那就是有人气有热度了，对呀。啊，感谢家人们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点亮，家人们，待会儿点点亮。啊，迷糊啊，俺小迷糊在走独木桥走可好了，迷糊啊。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大家伙今天来我们直播间看我们家啊，看我们家小迷糊俺们过生日啊，谢谢大家伙啊，谢谢大家伙参加咱们今天的生日 party。啊，谢谢大家伙参加俺们家老四和老大的生日 party， 家人们，感谢大家伙啊！今天也播了三场了，老铁们。
啊，包子不在这个不在这个房间吗？包子在那个在那上趴着呢，包在上面趴着呢。包子有时候晚上在这屋，有时候不在这屋。哦，他们小包子在这屋的时候吧，这帮狗愿意叫唤。啊，包子不在这一事一点事没有。狗粮为什么没有优惠价了呢？咱这狗粮现在155家嘛，啊，因为啊，这厂家涨价了，家人们知道吧？再一个快递涨价，厂一个是厂家涨价，再一个是快递涨价，没办法，155块钱，两年都没涨过价，家人们，我也不想涨价，我也不想涨价，真的，老铁们，你看三元店每次卖货的时候，原先都是149，现在155，我也不愿意涨，老铁们，没办法啊，啊，你们有需要狗粮的话，大家伙去拍狗粮吧，啊，老铁们啊，155，啊，20斤，嗯。莫在上面趴着呢，啊，然后咱们明天见吧，好不好，家人们啊？三元爹今晚就下播了，咱12点就下播了，再给麦序的好朋友点点关注，1号麦啊，咱们的啊，绵羊小五，绵羊，咱们的啊，俺们老大的宝宝的姑娘，老大的宝宝，老大的啊，五姑娘，老铁们啊，一只小黑犬。啊，一只小黑犬，大家伙关注一下吧啊！2号麦色嘛，亲家妥妥先生啊，我四哥的爸爸，俺家老四和老大的爸爸，三文老公啊，点点关注。3号麦啊，接下来3号麦就是咱们的爽爽姐姐啊，感谢爽爽姐姐啊，咱给爽爽姐姐关注啊，还有4号麦姐姐爱 seven 啊，还有5号麦我爱 seven 老四，静文姐姐啊，小苏姐姐啊。还有慧慧姐姐、读你姐姐、一只旺啊、喜宠爱狗、阳光星空姐姐啊、小鱼轩、雪、方圆、爱慕姐姐啊，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啊！怎么没有回看呀？昨天，现在没有回看了，家人们，现在我暂时给取消的，我暂时把回看取消了，因为我发现大家伙愿意看回看都不愿意来咱直播间看了，啊。你总游回看的话，大家伙儿慢慢就把三文爹每天晚上直播就给忘了。我现在取消一段时间啊，老铁们，特意取消的。啊，我特意取消的，先取消一段时间，以后再给大伙儿开，啊，看跟这玩意儿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因为有回看了，大家伙儿就不愿意看了，请第二天早上看回看多好啊，对不对？还不磨叽，还直接，我想看哪就看哪。啊，拜拜家人们啊，谢谢大家伙，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拜拜，辛苦家人们了啊，感谢家人们送的礼物啊，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